现在是8:24，我要花100块钱带艾米去过五一假期的一天。先说好，我可没带钱，你可不能安排的太全身了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等下玩完了，大家和艾米记得给我打个分啊。好，看我妈抠的，非要蹭我爸的车去，这样又省了个打车费啊。上车吧，公主。第一站先带艾米吃个早餐，出发。到站了，请下车。我们去这个餐厅先去吃早餐，这个安排满意吗？满意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这个粉块块的，你们敢相信吗？这一大碗粉，我妈1块钱给我搞定了，厉害吧？你可真能省。另外还要了2根这个香肠，2根4块。嗯。好辣呀！我们俩的早餐6块钱搞定，我们就是1块钱抢的这个早餐券，还有早场娱乐券。走吧，先去玩。蓝色是艾米的，紫色是我的，当天有效。进来就是这个样子的，还是挺大的。平时的话要139才能进来，但是1块钱的券只能玩1个小时，9点到10点。你这不行啊，打不出来，你看到没有啊？呦呦呦，别人都在玩那个，你要不要去玩一下？那要排队。他这里小孩玩的这沙子就是这样，跟大米一样的晶莹剔透的，就是每个小孩小时候都玩过。他这个里面都是比较小一点的孩子玩的，像你玩是不是有点大了？没关系，我重温一下童年。走吧，怎么样玩的？好玩，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。玩完游乐场，目前为止我们一共才花了7块钱。我不能看到了，你可真牛。还有93，走吧，再带他去参加一个活动，还可以赢大奖啊！这里可以领一个这个折叠扇，领到了。哦，吓我一跳。你别说，还挺凉快的。走，再去参加那个什么冰球，还有一个活动，免费玩冰壶赢好礼，就是这里。哦，再来一个，2次机会都白搞了，让你。说实话，这个还是有点难。因为他这个必须正正好到那个圆圈里，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奖品。嗯，艾米推的用劲了，他就往回弹了。这个推的轻了，他又不会到那个地方去。走吧，带你去那边逛集市。啊，这都是人家手扎的花。这还有那石榴，你看看吧，粉色和白色，它这个对水温要求很高的，是吧？它对水温没有要求。就一般的那个鱼缸都能养吗？可以，这是我们自己孵化的。哦，这边就是一些奶油胶的卡子。有想要的吗？没有。那走吧。现在艾米在这里排队，等一下要去玩那个碰碰乐。领到了4个，给。对准啊。哦哦，差一点点。中中中中中哦。继续继续继续哦，中中哦，中了，好，继续，中中中哦，没中，中了2个，可以，2个想要的都拿到了，怎么样？就说我厉不厉害吧？棒，一分没花，硬是得了3样艾米喜欢的小礼物，太幸福了。走，再往前面去看看，艾米又被采访了，已经被采访3次了。他们说到时候会发给那个什么编导老师，会给我们打电话让艾米去试镜的，你到时候去不去？去。好。这家伙说要吃冰淇淋，让我给他买一个，我在网上给你团了，19.9。这一种上面有这个榛子的。我的冰淇淋已经被调包过了，本来我看的是35的，结果我妈给我一个19的。这个原价也要33，因为在网上团比较便宜。我们目前为止还有73元，我觉得今天花不完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再去逛逛小商场买几个东西，我肯定会把你的钱都花完的。但是不能买卡。你要说这我好吃好的必须购买，但我不可能买太多。那你要买多少？
按你直冲小马宝绿卡。完了，卡都没有担保齐了，想买整盒我妈也不让。10元包一整盒，咱俩约定的。那你买了这个，那一整盒就不能要了。走吧走吧，我还是为了我的一整盒先忍耐一下，等拆完一整盒之后我再去拆这个。买这个冰淇淋，艾米只有吃了几口，都被我一个人吃完了，快撑死了。我们去书店逛一逛吧，我要去看看书。还有没有你喜欢的书啊？间谍过家家，这像是藏书阁一样的。这个最好看，这个。这是《盛唐夜宴》。哇，好好看呐、啊！走了，去看了。艾米随便找个角落坐下去都能看了。艾米又换了一本宫崎骏的书。刚刚接受了知识的洗礼，现在我们要去吃美食了，把我这脑袋给清醒一点。这里面都是卖吃的，但是好多人呐。明儿看中了想吃啥喊我。好，蒸菜。是。我和艾米，我们家就点了这两个菜，免得点多了吃不完，就花了34块钱。不然我吃饱了换我妈了。早上吃艾米的冰淇淋都还没消化。光盘行动了，吃好了我们走吧。行。现在还有39块钱，艾米说要逛一下这边这个新开的精品屋，这里面好大。可以，一个手掌出来了。但是如果你不放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这个性格捏捏。人家这一面墙都是捏捏。捏捏是谁家有啊？机关佛书。对。挑了半天，就选了一包这个10元包的惠月舞。接下来开吧。我们还有29块钱没花呢啊！我感觉这一包会出好的。来，先看这个。这个是个苹果加二的。这个哇，离子酱的，嗯，哇，这个好看，但我就是害怕它是那种虫子包。那咱也不知道已经拆开了，那怎么办？看了一下，这是正版卡油的，应该不是重塑的。吓死了！我要看那个虫子上面都居然有那种边边角角有那种瑕疵的，我幸好我这包没有。卖板栗的，嗯，爱买不买一点？买一点吧。快快点忙。好，把这个再减去，咱还剩。7块3毛钱，你还要逛吗？还要买什么吗？我不想搞了，我们回家吧，因为我感觉有点累了。好，今天100块钱挑战成功了啊！嗯，那你为我今天带你这100块钱玩打几分？10分。这为什么只有一半？因为满分10分。那超了是吧？啊